唔好掉低佢，我哋头先啱啱因为同佢玩咗一阵，我哋先出嚟。咁同埋好难得今日咧，即系佢打爆风球啦，咁佢可以唔使开工，我哋可以出咗嚟可以睇阵戏咁样咯。因為今天爆風球，所以就可以來捧場，本身都要開工的，但是其實說真的，不是爆風球呢，這套劇都要捧場，因為都是我們香港就是土生土長，有我們的文化，我自己很多拍的劇都有很多動作的，就是新手的東西，所以真的要去他們致敬，都有的，吊威亞咯，或者一些爆破的環節的情節咯，是啊，因為現在我大部分的劇都會有很多即武術指導啊、補子啊、替身啊，基本上我現在暫時這幾年拍的劇都有他們在身邊咯，今天時即覺得他們即要尊敬他們，也都是即他們找命搏咯，所以一些最難的動作都是他們去做咁滯嘅，所以今次有這套咁嘅電影，其實自己都很開心，所以要來支持一下。唔擔心，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好中意睇佢做動作戲嘅，同埋佢都身手敏捷，因為喺屋企成日俾我同我接觸一下，所以嘅反應練到好好啦已經。係啊，所以而家我四兩撥千斤啊，啲閃避嗰啲動作特別好啊。閃避，因為就佢咯。要切磋嘛，我哋屋企。切磋啊嘛，喺屋企要切磋啊嘛。B B 又中意掉下嘢啊，咁我又要閃避下咁樣。